每次和你的相处，我都会记得很清楚。 时候不早了，我该回我的寝宫睡觉了。我先走了啊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们可是约法三章的啊。我们今天洞房。 你至少也要做做样子，等熬到天亮再说吧。啊！你放心，我答应过你就不会食言。我们做做样子，对我们俩都好。坐。你睡床上。那你睡哪儿？本王要去看书。 还算是个正人君子。